两只大只都女生哦，那是两只大只都女生哦，还有谁啊？妈妈，你刚刚说什么要都没有？女生刚开始比较好养，因为公狗会要出去闹啊，是的，哎呀，那都是女生，男生，对，男生，没有，没有，他是刚开始他会，刚开始会有点怕，后面就后面就开始，后面就是。我是想要带他们去拍，对对对，那边有空的，然后就接着拍。